实在就是 SUM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嘉义厂区汽车，我是方怡。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一台是2017年 Toyota 的跨界小休旅 CHR、那这一台车的等级是豪华版，新车价为95万9，本店售价为69万8。那我们现在看外观的部分，我们看一下那个车头的部分哦，原厂有鱼眼头灯以及日行灯，前面呢有前车雷达，可以增加我们的行车以及停车的安全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车头的部分，跟 Toyota 以往的造型不太一样，做的比较就是流线型以及年轻款。我们看一下那个侧边的部分哦，轮圈是原厂搭载17寸的铝圈，然后呢，本车还有电动收折以及摸门解锁的功能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那个车漆的部分，都保持的还相当算是不错。我们现在看车尾的部分，有鲨鱼鳍以及原厂的大尾翼。那车灯的部分呢，都做得相当的前卫，设计也非常的帅气。这边也有倒车雷达。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引擎室的部分，这颗引擎是 1.2 涡轮增压的引擎，优点就是省油省税金。然后引擎室呢，整体都保持得蛮漂亮的，然后板件也是原车原板件，螺丝都没有拆卸过的痕迹。那我们现在看内装的部分，有多功能方向盘，上面有音量控制键以及里程电脑的控制键，下方有定速巡航的功能以及 iKey 没钥匙启动。那中间的部分呢，有原厂7寸的多媒体萤幕，有倒车显影，以及双区的恒温空调，这边有电子手刹以及循迹防滑的功能，增加我们的行车安全。本车实跑里程为117092公里。那我们看这边，有那个前车雷达的开关控制键，以及胎压侦测，这是触碰式的，我们可以去看温度以及我们现在胎压多少。我们现在看到驾驶座的部分，这边有电动腰靠，可以增加我们驾驶的行车舒适度。那内装跟整台车的饰板都保持得相当不错，皮椅状况也非常不错。那今天这台2017年 Toyota 的 CHR 就介绍到这边，我们是嘉义县厂序汽车，欢迎莅临赏车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耶！实在就是 SUM。